我的英文名字是 Rachel Kane。 我今天的话题是我妈妈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我妈妈现在50岁，虽然我妈妈比我大，但是很多人说我真的很想我妈妈。我妈妈和我都不能吃红水果，因为我们对红水果过敏。就我妈妈做的饭很好吃，因为我爸爸和我。 不知道怎么做饭，我妹妹不比我妈妈做饭做得好，但是她很懒。我妈妈不但是很好的师傅，她是很好的妈妈。我妈妈的韩国名字是 Hwang Soo Kyung， 我妈妈中国的名字是 Hwang Shui Jin，黄色的黄，水果的水，风景的景。我妈妈是在韩国生的，在义政府市。我妈妈家有三个人。 我妈妈四岁的时候，她妈妈死了。今年以后，她爸爸也死了，所以我妈妈去她的爷爷家。我妈妈的爷爷有5个女儿，所以我妈妈有5个姑姑。我妈妈喜欢韩国，但是她20岁的时候，她到美国来找工作。 我妈妈在很多的州加工作，但是她爱亚特兰大，在亚特兰大她看见我的爸爸。今年以后，我爸爸和我妈妈一起去宾夕法尼亚。我是1996年11月9号生的。 我爸妈很高兴，我爸妈有聪明有用功，但是他常常生病。我有时候觉得他做工作做得很多，但是我告诉我妈妈，他有时候得休息，要不然他会生病的。不过我妈妈想我和我妹妹。 去很好的大学。我妈妈说，她想我有很好的工作，所以我不用会做的很多。我妈妈说，要是妈妈做的很多，她的女儿的生活。 就不会难，所以我妈妈做的很多。我爱我妈妈，但是她忘很多的东西。我妈妈爱我，但是她觉得我很懒，也很敏感。但是我妈妈是我妈妈，所以我爱她。我妈妈很想回去韩国，她也没去过外国。 我要是我有很好的工作，做一些年了，我希望我能跟我妈妈一起去外国韩国玩。谢谢你们。